Hi， 我是 Ivy， 我来自 Sky Hair Salon， 然后我是从事美发行业，所以我还没有来上Sean老师的课的之前，主要头痛的是员工的问题，还有是请不对人，然后还有公司的目标，员工不会去帮公司一起达成啊。所以我上了老师的课过后 ，SISSS 帮助到我请对的人。只要你有一个对的人，他就会帮你带动整个公司团队，帮助你提醒你的身边的员工自动自发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然后现在也让员工知道公司的目标前景。让他们懂得跟公司一起前进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然后很感恩朋友介绍我们来这边，非常的感恩他。